你别过，这边过你，别过。听我指挥。这声音太吵了，这边都起到传达作用。来一点，小一点，小一点。 拉着，哎呦，看我们的，来了，来，今天第一个看怎么样？哎，哇，石头蟹吧？哇，一群啊！一群啊！今天石头蟹很多。开门红，开门红，开门红，中了，拉着来。 哇，老五班了，大的收啊，大五，来哟，石板鱼，来，站住，站住，抓住板鱼，抓住板鱼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，又石头蟹，你看，都是大的石头蟹，小哥你看，来一个大的大的，哇，这个漂亮，哇，又是石头蟹，你看吧，你看，连着那个石头蟹，因为一碗有了，抓石头蟹，抓出来是吧？都是大的石头蟹。 多多多多多多注意一点，下去了。来了，好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停停停停。哎，石头蟹，注意石头蟹，你看啊，石头蟹很多啊。 哦，亲戚，这哪好多哪了？来了，哇，可以，哎，亲戚吧，石头蟹，石头蟹，上钩了。石头蟹弄一下，搞一点大的机械也不错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万你那个不要抓哈，啊？你不要抓，你开那个那哈？啊？而且我不抓了，刚才手机里面有。那，把鱼抓出来。十几公升，弄那个也好，也好，后面没有，反正没有空就好了哦。来了，来了。 先把它货亲戚给它抓住了，抓住了，亲戚，这，来了，哇，老弟，来了，哇，这只金戒挺大的，阿静啊，给他摘，你给他摘一下，我给你一百，算不算？赚，走，好了，你给他摘，我给你两百，你给他摘一下，我给你，你三百，三百，搞我，这样我给你摘，三百啊，我给他摘一下。 三百啊！我给他摘一下，我自己摘，我自己摘，我给。这个摘一下要走起码痛半个小时。我三百块，我愿意给他摘一下。来来来，我摘连续摘10下。10下，10下就10下。我连续摘10下，3000块。10下给你5000。真的假的？你别，这么多。现在货物钱。这里面石头蟹，哇，今天石头蟹很多啊！你看，你看，都是大的石头蟹。 差不多烧下一碗，东西给它拉过来。哎，这样子，来了，烧货，烧货喽！ 哦哦哦，哟，哇，猫砂啊！这来不了，猫砂。可以吧？来，好多是好东西呀，猫砂机械。可以。冲啊！看交给你了。进进进！进进！小心后面啊！小心后面，风大，小心后面船啊！来了，哇，空军嘛，呵呵。 慢一点，慢一点！来了，这来了，哇，石头蟹，石头蟹，十几公，石头蟹！哇哇，这有，这有了，来了来了，哇，这路给他，哎呦，哎呦！
看吧看吧，这一路厉害了，今天我里面有个大包子大包子，我包包一跑到里面想吃它，知道吗？我还有来得及吃啊，我这点的一个都没有。哇，来了哇，石头蟹，你看，今天石头蟹很多，哇，都是石头蟹，你看吧，哇，嘿嘿嘿。我的肉干，哇，磨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的里面一个，看吧，关门，来来，把它挑了，中午把它里面东西挑出来，拉出来。啊，收我了，开始收我了。赶紧。救你一命啊，兄弟！来了，行行，差不多有六七点。哎呀，哇塞！你上次来了就是被这个咬，就是被这个咬掉了。哇，给他咬流血掉就是他了。那我要断了。来，露裤先了。哇！差不多剩下小的称我来抓哈，啊，今天看一下收获怎么样？今天的大的，大的收获就很大。来，剩下的交给称我，看收获来了。你看今天这个，蟹应该有半盆。哦，这个你看哇，你了，这一共搞了几只？然后那个，哇，来找云猫三。今天可以。这边的话就七千，哇，石头蟹很多了。石头蟹好是好，但是太费酒了。这个干净，还有一只，这边。好了，来来来，你这，哇，两只皮蛋，可以了。哇，这些好是好，太费酒了。走了，那差不多下完炉子，我们回家了，炉子把它下进去。